着火好怕。7月23日，电影《激战》在京举行热血震撼发布会，导演林超贤携张家辉、彭于晏、李庆巧、李菲儿等主演集体亮相。现场，张家辉和彭于晏在主持人的要求下戴上拳套，展示拳击技能，两人玩的兴起，现场互殴。发布会现场，片方公布了电影《激战》的全新人物海报，张家辉和彭于晏完美的身材清晰可见，他们都表示拍摄《激战》时全部是亲自上场，没有替身。为了拥有完美身材，训练期间的伙食基本上没有油水，并笑言狗都不会吃的。那都吃什么？那个时候是不是吃的很没味道？就是你不能吃的，我们都别吃。人多吃的东西，对，基本上都是。对，就比较像是原始人吃的东西啊。对，就是狗也不会吃。哎呦，哇，真的是这样。像我们都像以前都狗，他们都想吃好吃的，很香的嘛，都是吃不香的啊，就是没有烹调过的啊，还有尽量原汁原味，所以比较像原始人吃饭。哦，所以说，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北京整理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大 V。